是当年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。正是在下，把卢基拿下，梁山好汉全活在此。要不是拼命三郎劫了发场，卢员外今年50已经问斩。你可是卢员外家的浪子燕青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你们不是他的敌手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，